这台晚会真的是连接起了海内外的十亿乡亲。格顿杰利总理，哎，真难哟！亚拉顿为我给乡亲啊，许多关心啊，做来挽回烟愁，也希望透过做来烟挽回啊，去互动乡亲，怀念长安。在那个既然往回可以讲啊，是铁头了海内为谁乡亲亚拉感情多的联谊。格内蒂南是这个福气我这个定我念。哎，在这个团聚的日子里，不可能少了我们马祖。哎，对了，今天马祖带来什么节目呢？是这一趟我们马祖呢，代表团里面特别将马祖的传统的闽东文化古板，然后结合台南的这个打击乐呢，带来一出虎虎生风的剧码呢，要我们十亿乡亲献上祈福打气。另外呢，马友乡亲啊，也希望通过这节目啊，可能啊，再来你乡亲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啊！